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呢是这颗富达新 HiBu 原厂所设计出的 Tessit。 那 Tessit 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加湿力的测试仪。当你拿到 Tessit 的同时呢，你会同时得到一套软体。使用 Tessit 的时候，它会显示在这个萤幕上面，就是你的加湿力有多少。那它最高的话可以到达140千牛顿。那我们往往会不知道说我们在加持的时候，它的力道到底是会有多少，甚至是说当机械在旋转的时候，你的加湿力实际上是多少。我们今天呢选用 HiBu 的 Monok， 就是我们的静置型手动夹头，然后我们来测试看看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测试哦。那这颗 Tessit 啊，它现在是这颗是32型加持外径测量仪。那我们首先看到上面这颗红红的呢，我们把它点下去之后，我们在电脑上面寻找这里有个 Connect 连接，把它点下去之后，它在下方这里会显示连接成功。那我们就有现在电脑上面这样的画面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把它放进我们的本体里面试试看它的加湿力。那像是一般呢，我们在使用扳手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不知道说，我们到底真正的加湿力是多少。那我们有了这颗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实际看到说我们真正的数值会是多少。OK， 行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刚刚把它锁紧之后呢，它在40千牛顿左右。有些客户他们会需要稳定的加湿力，所以我们会使用扭力扳手来确定说有一个大概的加湿力这个数值。那我们也可以来测试看看说，我们扭力扳手这样子用下去之后，是不是确实也是那样子的一个稳定的数值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设定在20上面进行锁固。 OK，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数值是在45.3千牛顿上面。那我们再测试一次看看。扭力扳手我一样是设定在20这边。OK，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电脑上面的数值是在43千牛顿左右。那这就是我们的 Tessit， 它可以立即的检测到说我们现在的加湿力是多少，那可以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方找到我们的网站或者是电话给我们，我们都可以立即的为您服务。谢谢。